跟我走。今天是我们来 Gold Coast 黄金海岸澳洲的第二天。那边有蜘蛛丝。没关系，快快，带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黄金海岸 Gold Coast 的房子。照一下对面，看一下。家里前院有院子，后院有，这是湖还是海呀、啊？应该是湖吧。啊、然后前面有那个白白一只一只那个，就是他们可以买船。然后后院还是前院啊，反正就是可以停自己的船，没事就可以开船出去捕鱼。也不是捕鱼，钓鱼。是为了兴趣而买船的，带大家看一下你隔壁的房子，来，镜头举高，来看一下，举高，好好，转换，人家家不太明白，然后，我们真的很幸运，好，然后这几天住在朋友的家里。堪称六星级的住宅，六星级的住，觉得住起来超舒服的。看一下朋友家的游泳池，家。